向令狐冲大侠的前辈，要来跟大安文山区的乡亲们推荐。哦，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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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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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自封侠女的台北市议员王心怡特地南下高雄找自比令狐冲的韩国瑜，支持韩国瑜。票投五号王心怡，合体拍摄宣传影片，王心怡靠韩国瑜的超人气吸引选民眼球。东西卖得出去，人进得来，高雄发大财。特别推荐戴习清，我的老朋友。是你现在花木兰，对吧？哎呀，哇，你认证了？任何说你女侠，你说你可以哦，可以。不要说女杀手就好。台北市选将很有默契，跨区找高雄市长候选人助阵，把丁守中摆一边，抢着跟韩国瑜同框。现在整个台湾大概对于韩国瑜这种风格，他大家产生了一种认同，什么叫真诚，叫率直，敢爱敢恨，所以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大家期待政治人物的一种形象。亲爱的士林北投地区父老兄弟姐妹们，大家好，韩国瑜在这里向您推荐一位优质的台北市议员候选人陈崇文。连宣传车广播都是韩国瑜的声音。陈崇文在韩流发威前，九月份就找上麦菜郎。他那时候很好奇，所以会把我们的宣传车拦下来，问说：“这个是韩国瑜的声音吗？”利用这个韩总的这个农业专业来帮我们发声，帮农民发声。想借着韩国瑜的外溢效应拉台选亲，蓝军台北市母鸡虽然是丁守中，可是小鸡们黏着高雄的韩国瑜，拍影片、录广播、宣传照，通通不能没有韩国瑜。记者黄明春、邵玉敏台北报道。